欢迎收看《吹水两分钟》。2018年第八届多大度最大型的世界赛事即将在加拿大开打，来自世界各地的18支队伍将会在加拿大的赛场上一决雌雄。到底谁又会在这次比赛当中名垂青史？哪一队又会在这一次高捧不朽之盾呢？而现在我要和大家吹的是我个人的一些见解。有看其之前的比赛的都知道，非中国与中国队夺冠交替的魔咒是否会在这一次被打破呢？因为这18支队伍的实力都非常强大，尤其在整年下来 DPC 分数最高的 VP， 去年冠军，而今年又是全数出席的 Team Liquid， 东南亚的希望 Mineski， 一届都没有缺席过的老干爹，还有有望成为黑马的 Team Serenity， 这一些都是我个人认为夺冠希望非常大的一些队伍。当然你有你自己的见解也不出奇，如果你问我谁会赢，根据打法 VP 很有可能会夺冠，根据魔咒Team Serenity 或老干爹会夺冠，根据我心中的意愿 Mineski， 根据大家的意愿，很有可能 Team Liquid 会成为史上第一个卫冕冠军。这些都是我不负责任的猜测。再来是非常有看头的 All Star Match， 这一次呢网民没有的选心目中的 All Star， 主办方直接推出这10个人的名单。当我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艺术家就是艺术家，我们会不会又再见证一次 Rage Quit， 还是当场拿坏自己配件，还是会看到 AM 和 Spectre Support 的情况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说到这次的 TIA 8，更不能错过的是这么精彩绝伦的 OpenAI 对人类。在去年的 TIA 7， OpenAI 在大庭广众之下打赢了 Dandy。 It's no time. Okay, I'm dead. No. I can hear you now, Dandy. We can talk. 而这一次 ，OpenAI 已经发展到5-5的情况。当然，在种种的限制之下 ，OpenAI 对人类又是谁会获胜呢？你下注了吗？不多说，我们就期待接下来的赛事吧。喜欢的帮我按赞分享出去。我接下来会分享更多我对这次 TI8 的实施赛事的见解以及看法。我们下次见。